成嘅。咁呢度首先要多谢两班好得意好可爱嘅小朋友，为我哋喺呢个歌里面应该点讲啊，应该增加更即係嗰个唱嗰个气氛，增加个原装嘅气氛啊。咁后面一班小朋友就名额英中文幼稚园啊，着晒各所有细路仔着晒啲每个国家嘅民族服装。咁啊，前面咧比较大啲嘅就係、香港小童群益会洛克道中心嘅儿童合唱团啊，记得好清楚我都。OK， 咁啊，歌名叫做《阿玛尼》。他怎么一去不返，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，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。只想觅自由，心千亿火为心碎，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，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。我向世界呼叫啊，我向世界呼叫阿玛尼。